爱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谢啦。敢有看过双手合十在跟人冤家？过去敢有？无啦，好习惯从这边养成，所以是真的念阿弥陀佛，而是养成自己的好习惯，提醒我自己，我既然拢来跟你阿弥陀佛啊，谢啦，我要跟你冤家，我要跟你计较。阿哥先生，咱拢有求过道对无？考官敢会记诶？敢有咧用？好像咱各位先生讲，地心必相信，相信必习惯。咱爱用心念佛号诶习惯。所以，先生，等起开始念咯。安那咧？要困进前吼，各位先生，要困进前，每一个人目睭揢起来，倒咧。手拿放我轻松，开始想想啥物，想迄道理，一两三四道。每一工要困之前想二十道，敢爱开一分钟？过先唔免一分钟，逐工想二十道。请问你的口诀敢会袂记？请问你若逐工拢交咱的弥勒祖师咧敲电话，你交伊到足亲足亲近？有啦吼，我逐天拢交浅浅在讲电话，我谈着代志，伊会来同我斗相共的。会啦吼，啊我若足久拢无咧交伊相找，突然讲浅浅，你该当我斗相共，伊会可怜的。所以咱爱想办法，互咱家己每一天拢交释迦牟尼佛有亲近的机会。所以咱爱来诵经啊，念佛号跟诵经这个是两位。啊，什么叫加行位？加行位其实很简单，不是很简单。加行位其实就是习惯。你在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定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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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到变成习惯，叫做加行位。想到这个阶段，咱有法度进入到第三个阶段，叫做见到位。什么叫见到位？较早吼，就是叫德文开悟啦，明心见性啦。而且，咱一贯的做佛教的是，咱一开始就予你第三个阶段，一开始啦，是安那，因为恁求着道了，你就才见到了啦。但是咱直接到第三层之后，我们忘记回过头来修第一个跟第二个啦，所以我们以为咱以为。见到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修道位，准备开心改毛病去病。但是我们这样历经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，我们发现不容易，因为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基础没有打好，你就妄想从第三层往第四层走，不容易。这个叫次第观。所以回过头来，各位先生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很落实、很扎实的去把福报跟智慧这件事，把它累积到更圆满，你就会发现，刚刚或许讲的，你的这个大智度论的第一个、第二个层的之后，你就可能进入到第三个阶段，除前二病。除前二病就是修道位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赶快的物件，头前无做好，你免想要后壁做会出来。分享啦，啊，最后才会变成个性，才会到达究竟位、究竟圆满的地方。哦，所以各位兄弟，咱爱慢慢来去了解，咱这个地方等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按咱一步一步来修，一步一步来行，真重要。抱着欢喜心，哦，拄啊咱前前大伙全提醒哦，咱爱分等修行。最后一件事哦，来分享修行。咱今麦做福报的是安那，因为付钱的打咱的爱想，打咱的合成，诶，工作拢有做分配，敢有？有啦吼，咱有总务处的，有红道处的，有生理处，甚至拢有，各个工作拢有人在负责，对无？各位先生，或许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，叫做分组不分心。什么叫分组分心？既然来分等，成功了完是我的机会，我的福报。那
我就不应该，我就不应该只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我的代志做好了，我哪有时间？敢应该爱去打别人斗相共？应该吧。我把家己的代志做完了，我就开始泡茶。哎，你的代志啦，哎，无我，我即组代志做了，开始泡茶，开始啃果子，安尼讲对？拍算不是唔对，可惜拍算。我们应该既然是一个大团体、大团队，咱应该就爱来知影，咱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我先做好啊，我得向别人斗相共，向别人斗相共。有一天我代志做袂了的时阵，别人敢会来同我斗相共？会啦，那叫互相。啊、所以今天候选人拖着上侪时间哦，真正做半天哦啊，所以下一次有机会哦，再来跟各位先做探讨跟分享。或许今天呢，就欢迎大家啊，恭祝咱各位前线大的哦，让智慧增长，发起充满，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全道提供，各位道提供。坐下，来各位尊长大福安哈，我是大家所要报告一下，咱十一月二日啊，咱刚才啊。